我好像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学生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日服的，它有新活动，打这只不知道什么龙，然后这个就，这个是不是黄龙啊？好像又不是，好，不知道是哪个龙，然后就一样打它会掉道具嘛。然后用那些道具去换东西，然后某些角色能力上升好几倍这样。哇，为什么这么多？哦，有2倍，有3倍，然后攻还有另外增加。好，然后这个打 hard 以上的关卡，normal 就没有。hard 以上的关卡，然后好像还要有特定角色哦，会掉一把 S 的弓，奈落的弓，还有特定角色，我怎么每个都有？等一下，找不到没有的，好吧，如果没有这个追加，就是你没有特定角色。好，然后刷够可以来换一下。这个应该刚好换完的话，让你的这只升到50等，弓应该不用换，它自己打就好。然后这些碎片我应该还凑不出，可以把角色换出来的吧？要不然就是有角色已经有了，那其他都是一些，这个应该是白金券吧？换不完。其他应该都是消耗品，练达之阵。好吧，我收台慢慢换了。哇，可以换不完。好，现在。然后我觉得我要打一下控三好了。那应该随便派一队打哦。主要是看它会不会掉这个污染的防具二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污染防具也会掉？那不是已经没有东西换了？好哦，那我就开台打这个吗？慢慢打。有打到了，然后收工。应该一个就够了吗？这次太快收工了吧？之前不知道打了几次才打到。哦，有三件哦。哦，这样要打3个，哪一件比较好？星辰，这个好像好一点。
塑造物料，加资历，啊，反正都要换起来。看来也不是很好打啊，要打三个，我应该没有换错吧？还是应该先换那个扣数找的。还是应该换那个护手。诶，哦对，忘记了。不能直接看。
好，这次活动换的 SS 角色，单体，BP10 的全体，好吧，好像蛮普通的，我不会拿来用啊，练练丢仓库，然后我来看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抽。这个应该是新奖池吗？还是旧的？啊，现在好像还没有人分析。HP 回复效果小，那这个会不会太长了吧？为什么它的范围那么奇怪？好吧，是一只很奇怪的角色。这个应该是火车吗？辅助好像也蛮废的哦。石化，单体石化，什么活沙化石冲欸？攻击命中石化。这次有没有全体攻击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配合这个好像还不错哦。别的样式的全体攻击 ，SA， 好吧，我没有打算抽啊，我连火车都没有拿到。哦，每日我抽了，我有两张白金。一个好像是登录的，一个是左边那个接任务换的。登录送的有三张嘛，我两张上次抽掉了。那个不知道结束了没？应该已经结束了吧？这只我有的，中两只。这一只我应该没有，你有先看没有全体技，然后扣属性这样吗？这什么意思？等级受中断，可以打2到4次，应该是吧？不知道，看不太懂。好吧，好像，不知道强不强。他的攻击技是 3S 欸，但好像还蛮厉害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其实也还好。好，还有一张。为什么？他现在 SS 确定券送两只吗？还是只是刚刚好？哇，都有的。好吧，都有了。白金票券抽两次了。这只应该也有了。抽到重复的几率太高了。哦，没了。我抽到那只是不是新的啊？追加，应该不是，这个是螺旋票券，20号，这个是眼球票券，这应该不会送的啊，没有抽赶快抽完，还有8天，
我这个时候还有八天，这还有24天。哎，他用新的白金票券的那个应该都不会再掉了吧？新的特殊白金票券吗？那东西正式名称到底是什么？是不管了，拿来抽就对了。结果我在这边抽半天，只有一只新角色。喂，23、30，这个有了。这只不是新的哦。有吧，中很多次 SS，可是都是有的。只有一只是还没有抽出来过的。那不能把那个已经抽过的几率调低一点吗？这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这好像也有了。不然到后面怎么抽出一只 SS，应该蛮开心的，结果都是重复。可是如果这样改，说不定那个还没抽出来的几率变太高，会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又是他！哎、欸，过分了！这只应该是七英雄啊，应该也有了，还是别只？对，我还是你，都重复的啊！虽然五抽中2只 SS 很不错啊，可是都重复了是怎样？好吧，应该都抽完了，那就这样先收台啊。